OK， 好的，那么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小林修。この番組はご覧の天才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。现在的话呢，我已经到达了日本啊，今天已经是10月3号了，那么终于具备了可以剪视频的条件。然后呢，目前为止我所有的视频全都还没有剪辑，因为我不能马上剪辑，我不能马上回看，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哪些录了，哪些没有录，哪些该录，所以我决定用这种倒叙的方式来制作我的第二期视频。那我们就把这个时间线回到我们出发之前。Hello， 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林修。那么今天的话是这个9月12号，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我要整理我的行李啊，什么这种东西。我准备了有很多这个东西啊，包括小袋子啊，真空袋，然后这是一些防静电的袋子，我准备了很多，但是我现在完全没有头绪，我该从哪里开始整理。现在我已经整理好了一个大的箱子和一个中等的箱子，太累了，非常的乱，非常的乱。剩下的我们明天再讲，我们明天再继续整理。那天整理箱子真的非常的累，真的非常的累。然后到了13号的早上，我出了一趟门去剪了一下头发，然后下午回来继续整理行李。现在我已经剪好头发了，我现在是终于整理好行李了，真的太累了。我今天早上8点钟起来，到现在6点21分，到现在为止，没有一刻是停的。没有一刻是停的，因为我买的是留学生的机票，所以我可以托运3个行李，再手提一个行李上那个飞机，所以我有4个行李箱，然后在家吃完最后一顿晚饭呢，我明天早上7点钟就要出发。虽然我买的是中午的机票，但是我还是要7点钟出发。对，会发消息给你们的。没有问题的，没有问题的啊。
当时就有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，就感觉非常奇妙。现在已经安全的抵达了酒店，然后酒店呢比较小，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这边玄关这边，它这个灯，人走过去之后，它就会亮，哎，非常的牛逼，哎。然后这边就是玄关，好吧，三个箱子放在这边，因为这三个箱子里面并没有什么特别就是需要的东西，等到新房子里面之后再讲。然后这边是玄关，然后我发现这个地图。我们这边这个房子是最大间的，这边这个门是开不了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这边一个镜子，厕所就是这个样子。哇，这厕所里面好热，厕所里面没有空调吗？然后这个浴缸还很大，感觉很大。然后进来呢，就是这一个房间，这边有一个，这个应该是，上面有一个空调，这边的空间非常的小，基本上没什么空间，但是感觉还是不错。虽然我到日本之后当中有一些小的插曲，但是最后还是能顺利的回到了我的酒店，之后稍微休息了一会儿，就立马出门去寻找我的在日本吃的第一顿饭。来日本当然是要吃拉面了，对不对？我的第一顿饭就是拉面，一兰是比较有名的拉面的店嘛，所以就去了那个店。然后让我比较震惊的就是，除了你的面的软硬度以外，包括你要放什么样的葱，你要放多少油，你都可以自己选择。更让我震惊的是他们的服务。
ら、材料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。当时我还在想，就是为什么，明明是我们排在第一个，却让我们最后上电梯。等我出电梯的那一刻，我明白是为什么。